现在这里是海拔1520米，那么这里有一个给这个登山俱乐部的一个住的宿舍，是 member only 的，是不开放给公众的。那么从这里再往上走到山顶，上面就是山顶，有3个小时。那么山顶是2518米海拔，下面有一个基站，这个是 cover 提供这个所有的那个移动电话的信号的覆盖。对，这个是这他的那个宿舍啊 ，member 的宿舍。然后我们现在继续往上面走。